你要想默默七个特色，不管是七宝或者是上西边的个性顶头，七个的特色产业和景点都会使伫咧顶头看到。这是古分鱼乡甲鱼体生态渔场提出来的个构想，希望设计出一个大家拢会使用的包装礼盒。七股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自营品牌，就是小就是自产自销的品牌。那他们其实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礼盒的话，或者是一个漂亮的包装，其实会增加他们消费者购买的意愿嘛。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盒子去呈现七股在食物跟旅游上面的多样性。好吧，除了是一个包装，也是传递是虚构有的美感，内面拢会附上一张图示，让收到礼盒的人会使更加了解七股的产物甲故事。同时也协助在地产业得到推广。坊间你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啊，很精致的那种礼盒，但我们就古分鱼乡这边就想说，哎，我们做食育教育做这么久，然后虽然我们自己没有产品，可是我们一直在想的是怎么样用教育或者是地方故事这种产地故事的方式去帮产品做价值，所以我们就很快就想到说，哎，如何透过礼盒让礼盒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教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把很多七股的产地的故事或者一个食材它的来源，想办法把它融合跟礼盒设计在一起。以七股味为主题所设计的礼盒，目前是限量推出，民众会使到网络顶端查询相关的购买资讯，透过更加多元的方式来认识七股。咱台视木料山七股采访报道。